Hello， 大家好，Jason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到一个社区，叫做 Summerhill， 就是毗邻于多伦多两个非常好的社区 ，Casa Loma 和 Annex。具体位置呢，就是在圣克尔以南 A Avenue 和 Yonge 的当中。那么，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它距市中心也非常近，同时它离地铁站 Summerhill 站也非常的近。那今天呢，我想来大家看的是一套它的一个双车库证屋，还没有入住过，全新。那么现在就大家随我一起来看吧。现在大家去看一下它的什么叫室内的双车库，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这个就是它的双车库，看一眼，然后，打开。OK， 我们这把车比较懒，他们就是停了一部车。那这边就是一个室内通道。那从这边进来，这边双车库过来。那所以说它是个不定形式的一个 townhouse， 那我们进去。 OK， 那我给大家做一个最后一个总结。那与熠熠生辉的一个 Rosedale 或者 Forestville 比的话，我觉得 Summerhill 这个社区更像是一个大家闺秀一样，我觉得非常安静，然后非常内敛。如果大家对这套 townhouse 感兴趣的话，那么就请联系我吧。我是 Jason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